图小姐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喝酒啊？快喝口茶吧。滚开！月哥哥，我去找北月哥哥。哎，殿下有令，让您在这里休息，不可乱跑。跟我滚！哎，司徒小姐。司徒小姐，殿下睡了，您还是明日再来吧。告诉你，是北月哥哥叫我来的。这，司徒小姐，那请。滚开。王妃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殿下一定会开心的。听说他喝醉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北月哥哥，星儿，你过来做什么？红衣说你喝醉了，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二位的好兴致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殿下是王爷，想干嘛就干嘛。这屋子里面也没生火，冷不冷？心儿不冷，陪在北月哥哥身边，心儿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别着凉了，我去给你倒杯热茶。北月哥哥，你刚起来，喝杯热茶暖暖身。二位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殿下？星儿，你先出去。星儿先告退。本王要谢谢你，与西陵的谈判。你为天阙拿下了五座城池，所以我想为你请封。不用了。王妃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我刚才看到司徒星儿从里面出来了，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从殿下的帐中出来？难道他夜宿在殿下的营帐中了？